现在刚洗完澡，然后准备睡觉了。今天值了一天的班，好难啊，自拍什么的，就拍照差不多拍了个10多20分钟，然后大家满意吗？我感觉拍照特别难。然后今天开始跟元猛哥一起度过元猛哥第三次隔离生活。对，因为元猛哥从2月份隔离到现在，然后每一次就成员们回来都是卡着那个最后那几天的点儿回来，我感觉元猛哥太惨了。然后希望这14天赶快过去，我觉得应该能很快吧，因为我要学3支舞，然后要学歌，然后就是希望6支舞。可舒扬跟我说的3支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反正就是3支舞，就我说就我说的3支舞，然后希望能快点给 boss 们展现出我唱歌的成品。然后怎么说，就是希望能快点跟成员会合，然后能快点跟 boss 们见面。就这样，拜拜，我睡觉了，晚安。